为什么烦恼？不能随心所欲啊，不能控制自己啊。你当总统、当帝王，你不能控制你身体啊。你最爱的是你的身体啊，天天摸它、管理它，但是偏偏要生病啊，它不听你的啊，不能主宰自己啊，所以烦恼。佛教干脆讲，这就是烦恼生，所以你要求喜乐、喜悦，喜悦就是本体的喜乐，喜乐。佛教介绍真如啊，如来藏的自信常尽我乐，你乐这是喜乐，教你认识真如自信，介绍你内心中有一个如来藏，这大家都懂的理论都懂的啊。你今天能做到这里，经典的都多少摸，你去当出家过啊，出家嘛是出离啊，离开三界和出家呢，出家的真正意义，你的本体出离，大藏经有出离之道场。阿难问佛陀说：“什么叫道场？”出离就是道场。出离，哎，分身出去才能出离。出离要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分身啊。道场的目的就是要出离，所以以出离为道场。你这出离也是透过本心能出离，出离离开这个肉身，本身的内容有一个喜乐，你达到能出离。他清净光明的心、啊、就自然流露，自然流露能感觉到，哎，我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考试不及格，为什么有那么快乐？你也觉得很奇怪、啊。你要怎么让他出离，让他解开啊，然后超越三界，求到目的，宗教啊好，就解脱。不然你求什么？宗教是方式，我信仰啊，拜阿弥陀佛啦，拜耶稣啦、啊，拜啥？理论他们很好，目的就是要你解脱出离。发扬佛教很好，是一种信仰。发扬佛教的内容是什么？探讨你心灵的世界，常尽我乐，永恒常嘛。因为你无常，你不能主宰自己，你有一天会灭掉，会离开这个世间，所以你要求常。常什么？真如就是永恒，常尽我乐。清净光明，光明没有污染，干净。这个理论有怎样？我是简单介绍一下。你要探讨的主题，就是要解脱自己，解脱，解脱什么？为什么解脱？解脱的内容。因为你平常一生都是向外求，读书、成家、立业，都来当总统，到最后你都没有发现本体，什么都有，就是不知道有内在的生命。宗教一样，哦，什么都有，都讲。暂时边缘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实相，没有本体。尽管心灵光明就会喜乐起来，本体的常进我的就流落你的生活间，变成活法进入生活间的艺术。活法就是心法，不是讲哦活法哪里那我好像很严肃，听到活法什么很严肃。活的是心，心就是活嘛，是心做活，是心成活呀。你没有心，哪里能做活？所以佛，你不要假设只是一个名词，本体觉悟圆满就是佛嘛，很名词的这样。你首先认知本体了，哎，有本体，我有感觉到有本体，是它存在，存在在哪里？哪一个空间？这个你要探讨的，你要了解它，认识它，它的内容就是常尽哦乐。它没有表达天眼金像，没有表达法眼，没有表达天耳，没有表达什么神通这些。神通是本体的，人哪有神通？人没有神通啊。所谓神通是你本体流露，哎，自然出离，出离就是神足通啊，出离就是随心所欲，本体没有说局限，出离来去自如，常尽我乐，那个我啊，就是主宰的意思，随心所欲，自由自在，就是说，哎，你想去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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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自在。现在我们这个做生，烦恼生，我不要让他老，他偏偏老；我不要生病，偏偏生病。所以不能主宰自己啊！哎，你很有权力，很有能力，可是你会生病啊！自古英雄哪个不病倒的啊？不能主宰自己，所以你就要依靠什么呢？依靠自己的本体，能随心所欲才能产生这个喜乐。你想见本体，随心所欲，24小时随时为你开放，你已经解脱了，松绑了，就能我超脱，自由自在的来去自如，随心所欲。就能主宰，简单的说，我就主宰，随心所欲。本体一出现就放光，
光，自然就是形而上光明本体嘛，本体的特性就是光明，所以你看到光就等于看到你的本体，有时候形成大日，有时候形成片段，有时候一点一滴一线一个面，整体的各种颜色各种形状各种变化，它形成放光出去，看到光了，如果缺乏认知就判断错误，光照的就是你的本体啊，你的光放光就是你的本体啊。有时候出现你的亲人，有时候出现你的朋友，有时候出现天部的人，有哦，天神、天女、天种种，哦哦，净土，哦一棵树，哦一个莲花，哦一个万象、万物，这个时候叫做见性，心有明才能见性，你见的万物叫见性，坐眼看的叫见物，这样你就大概一个概念。那你求道的目的就叫见性，看到自己，了解自己。了解自己的内容，它常尽我乐，常永恒不灭叫常，永远存在，它永远清净无染，它跟着你这个人肉身，它踏着泥土，它没有踏到泥土啊，它没有污染啊，上肮脏的地方后，上哦经过垃圾堆后闻到臭味，它没有感染啊，没有污染，它清净，它本性就是清净。我就是刚才讲的随心所欲自由自在。我想去哪里？我想去什么？随心所欲。我想看过墙壁什么的，随心所欲。这表达去自我自在，能放光出去，主宰光，主宰光的自由自在的意思。光放出去就自由自在，随心所欲，穿梭于宇宙空间流行，甚至于夜三世化十方，你就发现到本心的广大。华严中在介绍什么叫体大、相大、用大，一系列的表达出他说。你内在本心的思想，方广经大乘佛法就在讲在这些啊，维摩诘经也是在讲这些啊，法华经都在讲这些。方广经嘛，方又广，十方啊又广大，都是在你本体的内容讲。佛陀也是在介绍你的真如就是有这种广大的体性啊。你如果方向不对了，哇，往拼命拜啊，拼命什么没有错，那是信仰也没有错。反正七拜八拜，你的本体啊，这个显化出来，哦，你就这样啊。但你有这个概念，又一旦你本体无意中处理出来了，哎，你们感谢本体。有时候你打坐，它不处理，不出现，偏偏你正在正在啊，放弃了、无聊了，或觉得很懈怠了，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它出现了，它不根据你的意思。你有这种概念，知道本体出现了，你就知道如何和它交往。等到他的体性流露完整以后，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刚才他讲的喜乐。儒道的目的、求佛的目的、宗教的目的，不管耶稣教、佛教，目的就是喜悦，喜悦自己那一种清净光明为依归，衬托出那一种境界出来。你看到镜像正在表达的时候，也是喜乐，非常高兴。哦，没有说镜像很高，烦恼不可能这样。你说我很快乐啊，怎么会烦恼呢？没有错啊，你看我动三日，第七日就烦恼啊。你说做当总统也会烦恼啊，你很有钱也会烦恼啊。但你有本体观，本体流露那个常境我都出来，你就不会烦恼。只要流露的完整，就不会烦恼。你做医生的人对吗？身体你没办法掌握自己啊，不能主宰啊，不能主宰就是苦恼。我想怎么样，不能随心所欲就是苦恼。身体你最喜欢的啊，可是你还是会生病啊。你当医生，反正你高才高也蛮生病啊，所以这不能主宰自己，就依靠本体来主宰我们。肉身是属于生活部分，本体呢属于生命的部分。把本体、把心的部分、场景我都表达出来，流露于生活间，那你生命就会显得圆满，就会无限的喜悦。非常快乐，你生命的内涵就无限的表达出来，不是当总统或富有的人才快乐，本体显化人最快乐，人生命最有意义，必须事实，你体会到就知道。现在或昨天或未来，如果看到任何现象，好的，或认为不好的，或五官意识表达出来的事变，或摄取外在的诸佛菩萨或净土摄受过来的。因为这一种看到，有一种是事变，有一种是五官意识，十法界的内容，有一种是透过你的五官意识，比如说你很想念你的妈妈，哎，忽然间出现你妈妈，她是你本体把你变出来的，不一定是你妈妈。
如果是你妈妈已经成就了，已经进入净土，哎，他直接摄受过来，也是你本体把它摄受过来，也是你的本体。对啊，我见过啊。嗯，我上见过，我大过，我上就很害怕，因为我感觉到一般说过世的人才会过来。嗯。所以我赶快打电话回去啊，跟我爸说好好的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，对啊，我很害怕。我现在见我妈过来了。嗯，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，暂时不要找我现象，有时候他摄受过来的，不是你的五官意识，透过你的五官意识，因为你的五官意识有判断错误，有观念错误，哎，他表达出来就不对了啊。看这个时候，暂时不要执着于现象。执着于看到你爸爸、你妈妈或你的同学死了或什么，不要执着于这些，说不定他活得很好。有时候你这样想的时候，有时候他就表达出来。除非是你完全有微末解境界，有怎么证明呢？你想看到什么就有的时候，这个就比较正确。如果说没有想看，自然出现偶发性的天眼，你看到亲人或诸佛菩萨或任何万物，就是你的本体。怎么讲？我看到你的爸爸，怎么是你本体呢？对，我解释给你听了、啊。见性啊，万物见到就见，是见到你的本体。见性，你拿一个镜子照自己，看到自己，镜子，人间镜子。那形容，现在人为什么看不到？你的五官意识蒙蔽着、污染着，所以你看不到。有一天他清除了，哦，说心有明镜台。时时人惹尘埃，所以佛尘哈，那个有以前不带去道人，打一个佛尘，哦，在哦曼殊了，你来哪最像？曼殊了，你知道哈、哦？嗯，就是心无明蒙蔽着，然后清了以后，他照万物给你看，照到你的爸爸，照到你的妈妈给你看，那表示本体觉呀清明，它是清净无染，你的镜子净了。见到很完美的、很圆满，叫大圆自净嘛，所以你能照万物。见到就是见到你的本体，这个时候就是看本体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一。你看到你爸爸看到你，哦哇，你怎么看到，甚至也看到不好，你就感谢本体，这样就好。到有一天你能随心所欲见到什么，或进入哪一个世界，或甚至想去极乐世界，觉得想去上帝国、上帝国的时候，你就能随心所欲，就能了解什么叫常尽我乐，然后。心灵哦，随时洋溢那一种喜悦哦，嚯、哦，那种感觉不是三天问两天问，时常不断的涌出，你才会发现会进化、解脱、解脱内容就讲这些，把你自己的思想解开，灰尘灰掉，镜子清明，然后一处理处理叫解开了嘛，解开障碍松绑住，然后脱离你的肉身，进入超三界，解脱呢，微末解境界，解脱境界。我在讲什么？讲亚马逊河，讲日本，讲极乐世界，你能看到，这就是微末解。慈恩，你现在看到什么？天女，在你前面，还在后面。有没有彩色？有。怎么表情？表达非常的礼貌。嗯。点点头。你最近？看到什么？最近在家里。最近，他讲那个是正常精神，有的很小，慢慢慢慢很大很大。听你多久？这个好像天天都有。哦，就看到净土了哈，金地了哈。啊，就整片的金地这样。很多很多。停留多久？天天有没有在出现的时候停留多久？一分钟或一秒钟？两三分钟、欸、有时候嘿他又换了一个，好像自动会调整了呢，好像跟看电影一样哦。可是比电影立体，他这个可以表达十方都看得清楚，那这样证明我们心的广大度，心能见到最后五相，色声香味触，触就接触到你身体可以接触到，哎，金地摸得清楚的话，就可以进入法界安住。所以色身香味触法，看到万物了，还叫色形象的物质啊，摸都是实体的呢。然后听声音，香闻到香味，什么都有。这见性
依靠你本体哦，我们心的广大能摄受这种广大度啊。一生没有了解你内在本体的广大，向外求求求求到最后，有时候耽误很多时间。向外拜偶像，那个是基督教特别禁忌的，基督教的教义正确啊，不拜偶像。你看前四条就是强调不拜偶像，前四条耶和华唯一的真神，上帝唯一的真神，耶和华唯一的，不再有其他的人来取代。第二条不拜偶像，耶稣讲上帝就在你心中，假设是你的心呢，唯一的嘛，因为上帝这个名词叫自古拥有，拥有存有，自古自然有的嘛，拥有的嘛，但本体嘛你自然拥有，翻译做上帝，翻译做耶和华，名词不一样，他们是把它当客体来拜来的，唯一的真神，你的本体唯一的真神，用这样来解说的话，基督教很不可思议。讲本真，只要你看到一个法界大日，本真，然后十方诸佛。那小雨最近怎么看都是法界大日。法界大日旁边就是诸佛、啊、还有分身，还有都活生生的。你还像法华经在演的时候，你如果本体显化，它自然有这些净土啦、黄金为地啦。法华经说地忽然广博啦，忽然就扩宽了。这个不是用言语讲，还是等到你们看到为原则。千年来，你发现宗教哈、苦修的。像佛教，你看那种精神很可怕的，为什么？哦，你才体会到啊，不是靠苦修，你要放下山，轻松点都。台湾怎么样？他苦修过啊，他很认真啊，很严谨啊。哦，就给他讲，买啦，买啦，买啦，马上这就跟丢啦，不要严肃啦。你本来就是要放松自己处理啊。哎，最近他改变了，有了嘞。现在有的朦朦胧胧，像雾又像花，像雨又像泪。朦朦胧胧不是朦朦胧胧，是你心朦朦胧胧，你思想有扯进去，它镜像就朦朦胧胧。等到你完全五相都有了，你想朦朦胧胧都不准朦朦胧胧，一样很清楚。当你本体完全显化的时候，你和人家聊天啦、啊，或讲电话啦、啊，或心情不好啦、啊。他一样后表达得很清楚，那你会怀疑、啊、我心情不好怎么会表达得有呢？你的本体心情好，你也不心情不好，是你心情不好啊。那你心情为什么不好？全部内容不能随心所欲，种种诸碍，本体一旦显化，没有说任何障碍，叫无碍，然后进入法界，哦，华严境界的嘛。心显到了圆满的时候，万物都和你合一。什么叫万物合一呢？天地什么万物极乐世界上帝国都在你眼前，就好像合成一体，就在你心，就表达出心的广大度。拜偶像只是一个方式，以前千年来大家修道学佛苦修都苦过了，后来发现没有办法成就，依靠阿弥陀佛，依靠耶稣，就这样产生了。圣曼经有一话，若无如来藏，不能乐求涅槃，所以要依靠如来藏。因为你自己认为你本体没办法显化，就依靠阿弥陀佛。真的有阿弥陀佛吗？阿弥陀佛长相是那样吗？对你有境界以后就了解啊。因为全部内容就回归你的如来藏真如自性。佛陀在菩提树下证道以后，他有解出不要苦恨苦修的，佛陀就缘起法，本体显化出来哦，展现出法界出来，缘起，缘起嘛，缘起出来，克你的本体啊，缘起又一真法界哦，像华严世界这样，到最后49年来全部回归诸法实相，眼睛看不到就是实相，就是压缩搞为意象。耶稣教有十大意象，这意象大大小小的意象，就是我们心看出来的。看到光也是看到异象，看到上帝的宝座，很多天使在旁边围绕上帝的宝座，上帝的个解药、哦、所以你看到是表达你的本体，看到明心见性的话就是看到实相，看到异象，无相之相。佛陀亲自讲的实相就是正法。
现在人都一直强调自己正法，去正什么法，自以为正法，啊，他们自己不一样，就是邪法。从底下分正邪，自己寻找心啊，然后心显出天地万物给你看，叫实相正法。你的心怎么是邪心呢？所以这只是标榜，那只是早已现象了。找自己的心，形成有缘起法，然后很多广大的意象，像你看到的天尼啦，刚才讲的金地啦、净土啦，这都是你的本体展现出来的，就是看到本体。简单的说，见性。那很多人不了解，但是什么？我怎么看到天尼？我怎么看到净土？我怎么看到如来？怎么看到释迦牟尼？一大堆疑问啊！因为你缺乏认知。你如果明白了，这个就缘起法，就诸法实相，它表达永恒，就是这个就缘起法。你说看到谁死了啦，或什么什么，实法界要演地狱，我们通常演都演光明面的，不演那些哭哭啼啼的。光明喜悦，提升你的生命。我有会梦到我死去的亲人都会看到，就是在很少你会看到。我想是不是他又来找我？啊，就对啊，你五官一试下去，马上又变花变紫了啊！找我干什么？我爷就说你和阴间有通。等一下，你又要签王了。我说这个五官一试认知很重要。为什么是要佛教？因为他从初学者让你学习佛陀教义、宗教文化很有益，让你认知，然后知道有个本体。有个缘起法展现出来，诸法实相，然后演出实法接出来，你才了解哦，是本体是什么？他演好的人，通常你亲近心、亲近光明的话，像慈恩的演出来都金地。从现在起，他看光明的金地。光明也看到过，地狱也去看到过。光明看到莲花。好，这样，这黑的好，黑的光明的都看得到。白的，那个什么天蓝的。莲花。哦，也看到这些啊，实法就看，那你本体大小通吃啊。随心所欲啊，境界很高，境界很高，唯一的解说就是我没有烦恼。我们现在求的不是说境界有多高多高，你要求的是烦恼减轻到多少。你能讲到说我没有烦恼？有啦，我内底有那出一个，不是笑嗨嗨，我没有烦恼的啦，做欢喜的，以本体为主的，有那有呢？那一种你就达到学佛的目的。透过你以前不管你打坐各种方式，你棒壶啊，你尾壶啊，像还不管哈，种种方式苦修，不要紧。但是你要了解佛陀最后用诸法实相来结束49人的说法内容呢？从《法华经》可以看到，畅演实相义。开禅一生华，全部归于实相华，一相华嘛，实相第一义。或许你在服兵役的时候看到什么了？做学生的时候去和人家露营看到什么了？或有人拉你的腿啦，或有人踢你的背啦，或有时候看到一个长头发的在那里静静的看着你啦，或怎么怎么，种种就从年轻的时候体会，然后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然后渐渐时间把你带入摸索探讨到为什么那样呢？然后你找看书、看电影、看什么什么。找不到答案，最后找你的本体就对了。到最后回归本体，回归自信，这样你就找到答案了。等下本体变出来，你不知道，在那里分析判断，到最后那是不知道。当你有一天想看什么就有，想见什么，想观世音，见你的老家，见你的什么，见你的亲友，40年前的朋友，马上清楚的时候，就是微摩诘境界。想喝什么？想变个咖啡来喝，喝咖啡，不一定这个嘞。一般人是听不下去啊，确实有呢，这个太浅了呢，这个无意中发现到了呢，在他身上发现到了、啊，要喝茶说，晚上吃什么排列出来，一样完全一样，然后可以吃，吃也可以用我们实体的吃，肉身吃，也可以用思想吃。天人的话不是用这样在那里摇，但是一看就全部内容那个，天人就用色受的，看到人家在赞叹维摩诘怎么样怎么样，经常让他讲的时候你的本体摄受过来，通常不要会嫉妒了，我为什么没有，我比你四肢变通，我怎么没有，奇怪，你会怀疑，甚至于排斥，甚至于
那个好可惜。他讲的时候，你正好在射受。换句话说，现在要依靠你的本体，而拥有一切的诸法实相。每个人都有如来藏心。众生这个成佛只是一个鼓励话，事实上众生都有佛性，不一定能成佛。有佛性，你有佛性，你给他看掉了，你就有一个新的观念，真如来藏的观念。缘起法是你缘起的，那缘起在外面，而有时候你现在看到你自己的本体，哦，你很庄严，哎，看到你自己呀、啊，哎，黑的你的本体呀、啊，看到分身哦，就本体呀、啊。静的时候是本体，动的时候就分身啊。你也可以拜分身，那是你本体啊。可是你自己的本体不用你拜了、啊，因为你的含你一体啦。你要个拜，阿弥拜啥哩？对哦，里面你拜。本体是空性，不是说你摆一的欢喜，没有喜，没有乐，无喜乐，乐的事情呢你也这样，悲哀的事情，当你也这样，战役你也这样，如如不动。所以你对拜本体，对本体和赞叹本体，感恩本体，你的色受色取，因为你有分别心呢、啊，本体把它融合成一体，哦，无外天人而已，境界的是让你表达出来。像主持人刚才，我、哦、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看到天女，能看到天女哦，用你人的想法分别去，哦，原来还看天女，你也当看到天女，表示你十善圆满，孝顺，第一，求道想表达孝顺，十善你才能看到天女呢。当孝顺父母的人啊，也身心慈悲，父母一举一动你都很注意、很关怀，都常想到等等。通常人都会这样，你有人性啊。然后接触你的佛性正果以后，你才发现多年来的生命的追求哦，本心的智慧无量广大，生命很充实、很丰富的，对人生无争，心进化，解脱以后自然进化。每个人这样，社会自然安宁。因为你心已经完整了，怎么会让人家争呢？怎么还会害人呢？自然他流露慈悲智慧，你是跟他嘴，但他慈悲智慧有等下做形式的呢。真正心进化出来，才能产生真正慈悲智慧呢。不是口号呢，这种没有深入其境的话，不了解这个叫什么慈悲智慧。慈悲智慧是本心的体性之一呢，内涵之一呢。它流入万物自然合一，合一的时候，自然会产生关怀，甚至于对动物了，从自然关怀，不忍杀生，自然是这样。不是梁武帝大家说，哦，不要杀生了，会入地狱，还没有深入。自己的身心，他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，只是哦，如何尽不要杀生的，啊，不要杀生，你个魂息干呢？为七日不杀生啊，几日杀生，那嘛不省啊！你要对本体显化的真正智慧、真正慈悲，所以真正踏实就近的就是本体的进化。来，我再说一次，你喝的那个杯子出现，不是这个出现，完全一样啊、哦，对照一下，完全一样。那个水的位置也一样哦，你看一下，不用看，按等对吧？这一种哦，记住这一种哦，看不是用眼睛看，你就后面都看得清楚，不用眼睛看，他一定跟你表达和这个一样。咖啡，你试试看是冷的还是热的？你看，热的，啊？热的。你怎么知道热的？我喜欢喝热。不是，那现象表达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热的？冒白烟啊！对了，我的丹尼这股啊，安德西啊，丹尼这股那个，好、哦，你把安德健康啊、哦欸，老师啊、哦，你看他你一起认识的啊，你带来的啊，不要看到一个杯，真的有啊，精神物质化，怎么没有呢？舍利子原理一样啊，再进一步可以摸得到、吃得到都可以，你杯子如果。喝得清楚，味道清楚，热度清楚，你到天上的话什么都清楚，风啊，安静啊，涅槃世界都很清楚，就这样。那边不咖啡如果不清楚，带不上去。这种不能朦朦胧胧，朦朦胧胧的你思想进去，思想不能进去。你听我这样讲，好，我思想不进去，啊，立马是进去了。我被克制，我思想不进去啊！你被克制嘛？是思想进去啊？因为人家很重视这个境界，很关心，很重视，我付出全力。哎、欸，怎么哦？哎，这种五官意识，很多跟我禁止，要用佛尘啊，活一活啊。
五官是挡住了。啊，我是，你看他喜乐，那欢喜啊，不看到啥，不看到啥，迄个已经迹象出来了，已经喜乐，伊表达喜乐，有诶无表达镜像，有的先表达耳朵，有的先表达，嗯，怎么闻到香味，什么什么，或者拿一瓶胡椒啊，不，胡椒不，嗯，一样呛到，呛得到，打喷嚏，境界越高。当然是呛到，完全和真的一样，不是幻象，这个都是本体的功能，确确实实。你现在是表达这些，你现在也可以看到，天天有嘛？你回家以后，哦，是一样就看到，就天天有的嘛。每次看两个小时，有不止，我反正没有事嘛。哦，那你看那个就不会想看电视了哈。我没有电视。好，哦，那有都没有。那你再进一步哦，看到镜像的时候，它机器都演一两个小时嘛，演更广大的实况是这样。刚刚本身讲说那个亚老师转到看到，哎，再扩大，哇，就看到大。我你看到哎。哎，好嘞。本尊刚刚看到这个法界大人，他本尊的眉心放光，感本尊。哦，你怎么平时拢点点那爱搞，啊，怎么才个讲话？就听着哈，你哪天我来演这个时候，会看到大字，会看到分身，会看到诸佛菩萨，那种都是你的心看到的，非常清楚。你看到会觉得，初看会震撼，非常不可思议。近啊，看未到嘿。诸佛你也看不到，嗯，你真的能看亚马逊河安的做好啊？看亚马逊河一只高山啊，做好。你诶，五相有吼，色相声味触有，才能见到天界。那你单一相啊，比方只听得到、闻得到、看得到，很多看得到，这样还不能看到天部。五相都有才能进入涅槃世界，五相都100分。才能住在涅槃世界，不用禅定，生活起居动乱，可以瞬间进去，达这个境界，这个已经不是不可能。你遇到我喝茶，我就随心，以前到现在都这样，我没有刻意在表达这些，在发扬这些，从来没有。阿德尼亚听下这边有的你福气啊，那白痴的讲，嘛我未甲你鼓励，讲你得爱信，我也无。不，要意思的是介绍你有本体啦，不是要叫你拜偶像，我们叫建立说本尊，尊敬自己的心，以心为尊，叫做本尊。你把你把你自己的本体当本尊，本体啊，显化看就是本尊，尊敬自己的心嘛，哈，这最后的概念啊。过去千年来，基督教是拜外在上帝耶和华为主，佛教是拜阿弥陀佛，是叫拜外在拜偶像。你要拜偶像，拜耶和华，拜佛陀也可以，增加一个拜你的心。即使你拜到阿弥陀佛，拜到佛陀，拜到上帝，也要经过你的心。所以你对心要先让心能合一，才能感应到、相应到外在的诸佛上帝。那你人交往不到，还是要经过你的本体。现在宗教乍看表面是很发达，可是是一种危机，因为它没有本体。他没有心，他明知道是介绍如来藏，介绍真如，可是没有表达实相法出来，只盲目拜偶像，拜偶像，可是没有透过如来藏，不能见阿弥陀佛。见是，就真如在见，你的心在见，不是肉眼见。所以要以如来藏做标准，常敬我乐的我啊，就尊敬这个我。佛陀出世。走七步就讲一句话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一生下来会讲话，用陶立天诞生的方式，一生下来就六七岁的样子，他用这个方式来描写他的《佛陀传》，就尊敬你的我啊，就是你的本体啊，唯我独尊嘛，这个我啊，不是自大那个我，唯我独尊是尊重你的本体，自自然之归，只是你把它佛教化养变成要拜偶像了。拜偶像是拜他的真理教义没错，可是你没有发到他的真谛、真意。
就是要你显化如来藏啊。为什么介绍那么多如来藏？这张真如，耶稣说，你点破条款只有看过，还是告灯，我是真理的道路，没有我不能到上帝的家，对吧？这个我就是如来藏，就是你讲的那个来对一个圣灵，没有我不能到上帝的家，没有我。你用用听耶稣这句话，耶稣那才自大，不是他给你介绍，还是要这个如来藏，你里面有一个我。基督徒的天国人他祈求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就是你的觉啊，如来藏能觉到圆满，圣灵充满你就能进入上帝的国。这理论都一致的了，真理都一样的，只是翻译的不一样了。耶稣介绍了天国，阿弥陀佛介绍了极乐世界，不能问你怎么上去，什么方式上去？你没有透过你的如来藏，你的本体显化成功，你能上去吗？只能说哦，你邻居左右或亲朋好友，一旦死掉了，你就往生了，往生哪里？往生极乐世界了。哦，你在准了呀？你没有一个依据啊！哎，跟你在讲啊，往生极乐啊，你在多大西方三圣安的往生极乐哦？怎么上去？一念间怎么上去？经典有介绍，一念入十方佛国。既然一念间能上去，人怎么能一念间能上去呢？这就是你要研究的这问题。一念间本体上显化，一念间马上会当搞啊，不然极乐世界就在你眼前，天国近了。等不等我进过天国近了，就这个意思。不管宗教怎么表达信仰的方式，你一定要一个原则，一定要有本体观念。你本体了掉，得当永恒，进入永恒。本体就是永恒，所以耶稣讲：“我是真理的道路，没有我不能到上帝的家。”我一直跟你介绍本体，本体介绍一个算一个，一百个算一百个，一千个一个，我都可能，不是透过我这个肉身，完全透过我的分身。你看过分身吗？我上去进一步就要给他报告。给谁报告？下山给分身报告。分身没有做官，不用报告。报告是下对他尊敬。你只要显化都平等，法界众生佛分身都平等。他说我还是尊敬，因为那是本尊的法身啊。可是分身看你的本体都和他平等，都一样。人有分阶级、分程度，但是本体都平等。众生和佛，只要你显化，就是和佛陀都平等。就像啦，无分阶级，拢人家加了。就人在即卖宗教咧敬佛陀啊，你呐，伊咧实在咧甲你介绍真如自性，伊就甲安哎，甲安好。各种的方式就出来，安迄种变障碍，坏就是咧挡碍挡本体的啦。啊，你真体会到，你苦修啊，苦鬼啊，迄个哦，严谨的佛教教育都受信过啊，迄就是拢冻起的。你真滴嘛？我伫甲你鼓励，放山山啦，更轻松啊！你看我，其实哎，轻松哦，你山山，你唔得瑟瑟会掉。这种平等法，这天部内容不是靠严肃，不是靠苦修，靠呛死啊，呛死呛死啊！他们都要跟你站一下。那个五天前，我在那个苏州，招待那个马来西亚一团，大概有200多个人哦，到大陆去嘛。那在苏州说隔一天要到上，那晚上的时候呢，就有两个先生嘛，哦，他到我房间来问一些那个，我们事业的那个作业的事情。那我们谈到大概12:30的时候，差不多要回去了。结果他就看到我房间本身的那个光照，结果他就问了，我就跟他讲说，这就是收集本尊呐，这样介绍。但因为我平常啊，在马来西亚演讲，我都跟他介绍到本，就这样。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说，像我们今天到那个周庄去玩的时候。你那个我像我哦，我现在可以看到周庄的那个样子。现在，我现在讲当现在狂流，不好意思。结果我就这样跟他讲，我说你有没有？我看到他的脸色有点不大一样，我就说你是不是你也看到？结果他也看到，那另外一个也看到，那我就你可以看到，那也
我就跟他一见。哎，对。哦，要看到话，后来就说好，那你刚刚喝的那个咖啡哈、哦，那现在那再一个咖啡，哦，那他就喝。我说哎，你也可以喝，结果他什么，也可以喝咖啡，也可以喝得到、看得到、摸得到，哦，那个就是。听得到，嗯，哦，就每样都记住，对不对？我该解释，无见到我的有，伊无分别心啊，就是有关系是盲的呗。一讲的内容就是不认识的人可以、啊、接触到你，你光的那个照我啊，无你光，这大堆光照照你对。我说这个就是本尊讲的叫分化，哦，因为我们有谈到本尊的光啊，那就是今天就这样的分化到，相信啊，相信你自己的本体，所以也可以得到。黑光你分身放出来了，本外本体放出来，我本身是不会放光啊，本身肉身不会放光，是本体每个人只要显化也基本第一个步骤都是放光。你刚才讲的就说到光哦，与缺乏认知，他不会珍惜，他含不住，你刚刚黑无虾米，一句话讲，光不袂按假成咧，哦。你流出出来这华宝，他不知道珍惜啊，因为他心表达出来的，替他摄受，哎，要给他用，成他所用，因为他缺乏认知啊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啊，那些自信三宝啊，一躲到他们有等于没有啊，知道这个听起来很可贵，知道那是宝，哦，自身常有宝，宝心是写你的真如自信啊，十种宝啊，一样的形容啊，形容摩尼宝知道。你知道有宝向外求，他在教导你说活在心中莫远求，或者心有灵山莫远求嘛，心有灵山、啊、心有明镜台、啊、什么这些都是所读的句子啊，直指人心嘛，那你偏偏向外求，向外拜，我向外拜到阿弥陀佛，拜到耶稣也没有错，那讲无内外，因为他变出来就是你本体变出来，或是你本体摄受过来的是外在的阿弥陀佛或耶稣的话一样，有时候是外在的哦，有时候是你本体变的没错，可他们体性一致，一样是你的本体哦，摄受过来变你的样子哦。这个时候你看到观世音后阿弥陀佛，你变你的样子，把它变过来恢复你的样子，一切佛用阿弥陀佛代表，因为一切诸佛体性都一致，就好像电话总机体性分机一致，同样号码一致，可是量的位置不一样，体性一致你才能诶随心所欲变化，这个身啊，这个分身就我是通通主分身啊，事实上如果根据解生命经啊，什么经什么经啊，有什么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、等流身、变化身、统统身，它分的好多，自性用自作用身、他作用身，分都得心变化生等流生这东西，所以我谈到讲体性意志就会过程等流生，等流生什么意思？它也可以流落出来，也可以流落进去，流出流入叫等流。比如你分心分出来，变观世音，变阿弥陀，变耶稣，哎，变你的形彩进入等流，流来就叫等流生，变各种的我诸佛天神能变作这，变诸佛变天神变阿修罗变。紧罗罗、加纳罗，还弄一张扁，变化身，一个属于变化身。整个分身系列就包括自受用身、他受用身、变化种种身、等流身，统称为分身。概要为分为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。分得出什么心都不要紧啊，分得出，擘开一身嘛不好。不过分得出，啊，我啉茶，我刚才希望一分得出欢喜的，我替你欢喜，我袂嫉妒。哎、欸，啊！你有几个夜班出来徛云顶，当啊教人，我也替你欢喜。哎、欸，我袂嫉妒。啊，要教人，要夜班出来，就爱充实圆满起来，忙平静的。但阿袂发本体，啊，你就向特别创造，你才特别搞。你再把你做优秀的啊！他在十几年前坐在我面前喝茶，都是杀得淫妄哎，贪嗔痴慢疑做集合啊。嗯，现在都是很优秀的，能在现在都优秀的，脱骨犯胎。以前在茶馆上我喝过茶的，每个人一定有天眼，但不觉得也珍惜呀。天眼越高，烦恼越多，哎，不能成逻辑呀，奇怪了。
刚才讲就缺乏认知，所以佛教才列为一个系列，信者行证。这等于讲把眼睛看，这用心，用心色色，怎么用眼睛看？用眼睛看的人生都是相对的，你看对的反正不对，你看不对的反正对。只有绝对的，你的本体绝对，它显出来永恒就是永恒，清净就是清净，慈悲智慧就是慈悲智慧，就是绝对。相对的善背后可能隐藏的恶，表面上善，可是哦，比如哭口号，哦，你要为国家为民族，反正你贪官污吏。为国家人哦，发扬佛教哦，众生啊，净化人性社会，大家都要听在啊，祈福法会怎么样？大家在天灾地变呢，我那显然没效果啊，那要怎么办？如果找一个反方向，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找自己的修，净化自己的话，达到那种清净光明喜悦，显出慈悲智慧出来，啊，规个不是国泰民安，以一个个人为出发点，管理自己的心，显化自己的心呐、啊。每个人都有的话，每个家庭都这样的话，哦，你看不得了。为什么刚才讲长呢？永恒呢？只要挖出来就永远不变。人生一切都短暂，痛苦的人也不要太过悲哀，也不能自杀，你就等待痛苦过去。快乐的人也不要自满得意，你看背后随便追随的痛苦。啊，不，那一句。冬天过去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黑暗过去了，黎明快来了。相对啊，寒干地嘛，永远无天有黑暗，白天拢底下咧交换。我听那个某种事情让你困扰、痛苦追求了啊，痛苦也不要执着于痛苦。你能练到随心所欲这样出离超脱的话，碰到痛苦不沾你痛苦，碰到喜乐不沾你喜乐，无喜忧无喜乐。足如不动，我人赞美你，人陪伴你啥，无啥。像你看有诶，我迄、那个看人咧骂我，咧创咧诽谤我，不知道那么当啊，要当啥，要呼吸啊。我这意思，如如不动，迄一种境界啊，不，六度万人忍住，这人不是哦，他妈故意忍耐给别人，不是啊，迄一种定力，一种规则。你大家心的境界，你自然就表达出、流露出一种。那问题提出来研究不要紧，反驳也可以。基督徒啊，我一直在做那个撒旦嘛，一个借口，什么意思？撒旦呐、啊？什么叫做撒旦？撒旦有个魔鬼啊。是什么意思？耶稣也不是要接受试验，用以形容撒旦的试验。事实上是一种形容词，平常在求道的人，你在求道，比如你在求道，你的朋友、亲戚、又家庭，什么会阻挠你，或讥笑你，我那恶业这样这样，会讥笑你，那是属于有搞的烦恼魔嘛？耶稣搞讲个撒旦，撒旦是干扰耶稣、干扰向道的，就是佛教的提婆达多。撒旦就是魔鬼，在耶稣叫做魔鬼，不是蛇。耶稣经过撒旦的试探嘛，他在火堆试探，就所以他成了耶稣。啊，你用撒旦耶稣搞形容魔鬼附身，比如讲你这样不信耶稣的，无以上帝耶和华为主的，接受别的教义的，就是撒旦。人世间的一切，包括财色名食睡，七情六欲诱惑的，一种诱惑吸引你的叫魔鬼，叫撒旦。啊，针对本体外在诱惑中不受干扰的时候，你本体显化都可怜，啊，去除一切，也当抗衡。所以撒旦对耶稣搞，尤其魔鬼附身，你烦恼，你生病，你精神异常。另外，耶稣要表达也能力，把魔鬼赶走，赶鬼啊！今麦咱未流行赶鬼啦，然后耶稣的特技呢，表达的特技呢，以表达神迹的其中，医麻风病，使人复活。瞎子看到眼睛张开、耳聋的人都可以这神迹啊，医病跟赶鬼是也两个特征啊，所以人家信耶稣啊。以盖小根、盖小天国云有排斥了、有阻碍，一定成为撒旦魔鬼附身，要赶走这些魔鬼，他侵入你的心灵，所以要赶鬼。撒旦的定义意义，这些盖小就打开出来艺术了。
这本体是不是随着这个肉身成长？我是讲咱的肉身肉体也是本体。本体肉身体，本体不随肉身存在。本体有分好几层次，比如讲为人，我们用三世因果，佛教叫因果定律。为什么叫轮回？六道轮回，轮回的第八意识的轮回，第八意识叫做阿赖耶识。唯识论讲，阿赖耶识分为染识跟净识，染识包括七情六欲，七情六欲净除了，要接近本体。这转世过程，转世意思这以形容阿赖耶识的是转世的因呐、啊，你里面的种子，它有很多种子，比如说你前世什么因，今世是什么果，一看今世果，且看前世因。你以前啊，做出来台南帮会杀得阴谋的，或者即马都阁无受伤。即阵是做官，反些前世修好因，好因得好报。所以阿赖也是，比如说常常害人啊，讲什么，他是成为一个种子，一个福田，你播恶就得恶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我比如说去做很多坏事，别人不知道。啊，到临终的时候，哎、欸，阿赖也是起现行那个种子，那、啊、你自己无关事也知道，哦，我以前害过多少人，他马上就变那个地狱的样子，你就进入地狱了。如果你平常做善事，默默行善，也没有什么，而且做很多好事，什么你自己知道啊。因果就这样起现行，哎、欸，哦，你就心里会想说，哦，我做很多好事，可能阿弥陀佛要接引我了，要去极乐世界，哎、欸，真的是极乐世界了。所以真的做好事就得好报，从阿赖也是讲起，然后起现行以后，流转在那里流转，永恒不灭在那里流转，流转都转些这囊。在佛教叫夜视，夜视的形成中阴身，他现前哦，死后又现前，那夜视还没有消灭，肉体虽然冷了死掉了，烧成舍利，可是夜视还存在，就在那里进入恶鬼道，因为六道嘛，你不可以听见进入恶鬼道。如果是埋葬的，躲在坟墓中守尸坟，然后整天躲在仓库里，然后要叫你的亲人、你的儿女都不理你，你不知道你死了，夜视底下昏昏沉沉。不知道是啊，转这最猪低调，就变猪排啊，假的啊，转这位口蹄也说假的哦。根据第八也是给你推出来，起现行，所以尽量不要做坏事，不要说哦，我偷偷你、欸、偷偷改的，唔知呀，唔知呀，你本体知呀，本体最知道呢。所以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三尺呢，你来对呢，第八意识啦，第八意识起现行，你的几个心田，我藏很多万。看很多现象，你看福田得福报，比如佛教要起庙，要对佛礼敬哦，要盖塔起舍利哦，要做什么要什么的，几感动哎，然后就一举一动，那就是种善因，种善因就会得善果，种恶因就得恶果。阿赖也是第八意识的，就是要你种福田呢，因为有种子，善种子，然后起善的种子就往光明面，恶的种子就哎起现行，真的有地狱，地狱还是你心变出来的现行的。流转世的是六的转世，所以形成六道轮回。佛教概念包括我们心，在研究心就是要让你超脱轮回，然后进入永生的天国，就靠它。大概也是起现行，是起好的部分，尽量给你演光明的清净，让它常尽偶漏流露出来，取消不好的部分，就不要再轮回。求这个目的，除了喜悦之外，就超脱轮回嘛，解脱的能超脱啊。就不留为三世轮转嘛。耶稣教是依靠耶稣再来，然后带你上去。等两千年如果没有来，先靠自己。自己如果有起来了，耶稣来了啊，就接起也是不要紧啦。一来按着两个多一个机会嘛，你等他来，我们也不排斥耶稣会来。万一没有来，我们就依靠本体。啊、耶稣来，你马上依靠你本体。啊，有时候踏破雪球无觅处，得来全部会空。这心灵的东西，有无是你自己认为啊？啊，分身是一定有诶，分身在当中一生会徛起来站立的。哦，看到大日，看到分身，有无？哇，这住哦，那，迄就是啊，那无。啊，无但有个人去修道，放弃今生的享受，而去做和尚、做尼姑，而去求道，这个精神很可贵呢，不能否认。这是基督徒，你看一切献给基督，为主而活，家庭都有基督化了，一切为主而生而活，为主，自己呢？我们人的五官意识，有时候超经验、超知识、超感官、超越感官的、超越五官的进入第八识，有时候我们不了解，就用什么方法呢？静观，静静的看，它展现出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五官意识判断有时候不正确啊。我经常会这
所谓的说叫什么鬼压身，嗯，是不是我的本体？鬼压，鬼压通常，鬼压就是一个力量，知道？鬼压就是说你睡在床上在睡觉，忽然间有一股力量压住你，可是你挣扎不起来，叫叫推不开，骂他骂不走，啊，在那里挣扎，后来滚开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是什么？是不是我自己的本体还是外来力量？第六、第七意识，夜视底下的流。害怕，那个一个人压在我身上，不能动。那个是第六意识、第七意识在自然的，那个没什么了。那个不要怀疑房间有鬼什么，不需要怀疑这些，也不需要听那些讲说要用放蒜头啦，放什么自然的，放八卦啦，放什么的。我看你放一箱茶叶就好了。鬼压是很正常的现象啊，自己本体在压着我，本体不会压人的，你不要压本体就好，本体不会压人。你本体你是最近才有的观念呢，以前你被鬼压的，你认为鬼压了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是鬼呢？别人讲说那叫鬼压，别人讲不准啊，那种再碰到一次也没关系，那个没关系，那不是鬼哦，那是你自己的第六意识。是第七意识在那里，有时候流落到和你的五官意识撞到了，给你产生一种能力了。你五官意识给他判断是鬼，认为是哦，我这间新房子怎么有鬼呢？你会觉得奇怪啊。先别人讲说是鬼，鬼压身的。自然的、啊，那个没什么。那这个万一那个房子是这样，你不要认为鬼，也不用换八卦或剪刀，不用。他说要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好。我看你放一箱茶也比较快。阿弥陀佛，我来插嘴了。你是耶稣教的，你看摩西进入西乃山，那时候他3500多年前摩西时代没有本体观念呢、啊，他有表达这种本体的放光现象、种种现象，推开红海啦，这光柱啊出马那给那么多人吃。玛纳他们吃过，本体可以呀、啊，百香饭呐、啊，什么咖啡那个都属于呀。这个真的是很好奇。所以这个就是摩西的本体显化，耶稣的本体显化，才见到光。耶稣诞生的时候，五个博士说，东方之星诞生了，耶稣在马槽，婴孩怎么会不修也是有啊？啊，本体先显在天空，五个博士看追着那个星星，他。降生在这里，耶稣的诞生本体就显化在天上。佛陀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，一样星星，东方之星，佛陀夜睹明星，同样星。大日眼看就是星，近看就是大日。然后你现在常看到大日，就是所谓星的意思。你有找出答案了。同样是星，就是它本体显化。耶稣诞生就本体显化，所以就光就成一个大日在虚空中，眼看成星星，你看他已经在外了，看到哇，好像是上帝耶和华，他看来看三个战列说，看到大日，看你怎么跑到那里给你看，他无内外，无古今，无始终，无远近，这就是本体的境界，功能所展现的境界。摩西展现出那一种分埃及人以色列人。耶和华上帝创造人就不平等了啊！我们分埃及人就敌人，叫他攻打敌人，就不对啊！所以是证明是摩西的本体。如果是上帝，耶稣那时候的上帝，那些罗马士兵也是上帝创造的，一切他创造的、啊。罗马士兵、罗马王、叙利王，甚至于审判他的比拉多，都一样是人啊！为什么只偏爱耶稣呢？所以是耶稣的放光本体，他暗地证明说耶稣的本体。当他介绍的。真理是正确，各自的认知不同。既然创造，为什么创造世界战争呢？动乱不安呢？为什么不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呢？创造只有我们的本体延伸，可以创造出美好的世界，叫做新天新地。耶稣说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一切旧天新地废除，换新天新地，什么意思？本体显化的时候，全部人间净土，道理把它融合，用本体观。如来藏展现出来的一真法界来表达，就可以知道耶稣为什么讲这样，摩西为什么他们讲有道理。只是后来透过66个先知写个圣经，一个一个观念不一样，写出来就不一样。
一样有主啦，但是是本体呢，还是外在的形成二元论？主体还是客体呢？哦，他看到大日，说我本体放出去的。就像现在我们刚开始拜宇宙光明体，有的人拜光哦，有的拜光不知道拜光啊，光到底是他的还是？也有的说是耶稣教的，耶稣的光，耶稣教宇宙光，光啊放出去行驶在宇宙间叫做宇宙光，啊这样解释不一样，就形成很多纷争，很多误解，认为自大哦，就形成故事出来。摩西耶稣属于本体的光，啊不要拜偶像，啊就这个意思嘛，这个分析出来有没有道理？就道理，哎呀，叫他做牧师，那俩不套路了。对啊，对啊。